我们曾经都是个孩子，坐在教室里读书听课，在老师一步步的带领下学习各种领域的新知识，总是不断的在尝试与挫折中成长，就是渴望在小小年纪里能做出更多的事。现在我们长大了，历经了许多困境与挑战，却得到好多帮助与支持，但我们始终没有忘记身后其实还有一群孩子，与我们一样正在成长茁壮，这些孩子还在等待，等待我们携手相伴，让孩子们的成长路不再孤军奋战。在这里，我们想邀请您一同慢下步伐，认真感受孩子们心中小小的盼望，看见孩子独特的优势与长才。以行动认捐2022小项展翼着力，响应伊甸项圈工程计划，帮助更多偏乡的学童获得更多课后照顾与辅导，有机会学习多元才艺，让他们能够展现所学，快乐成长。